我这一辈子总是穷愁潦倒，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醒过来了，快喝碗参汤定定神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我知道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们女人都不是好东西。我上过你们的当，我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都是你们女人害的。可是，女人有坏的，也有好的。我恨透了你们！你浑身都是伤，这么冲动，对你是不好的。我是好意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受人指使，想用美色迷惑我。想用手段来陷害我，你那么不信任我，那你走好了。我这是个落魄的武士，你为什么要照顾我？我是看你可怜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你相信吗？我不敢相信，天下真有好心人。可是我相信。我活了半辈子，总算有个女人相信我。你是好人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我都愿意听。请你再说一遍。我知道你是好人。谢谢你。可是，我要求求你，不会再让我上当。你上过什么当？我有个女人，她说我对她不好，跟人家跑了，还找人对付我，要回我。可是，你要先问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对她好？哼，我不管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怎么可以吃里扒外的对付我？哎呀，你发什么火嘛？我又不是她。那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桃花三娘子。这是人话，不见得人人能做。你为什么为他做呢？我是好人吗？一脸横肉，满身俗气，好名好利，好色好强，毫无可取之处。可是，怎么搞的？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坏，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坏在哪里。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
相信你作死。真的，姥姥，您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您就知道了。三娘子被这小子花言巧语给迷了。大丫头，在，把他送到死亡谷去。大姐，大姐。大姐，不要，你千万不要啊！奉姥姥之命，要他死。五心阵，你就没命了。Thank you.
我，偏偏要对付三娘子呢？这太惨了。大爹，你要替三娘子求求情啊！哼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你少乱！可是三娘子跟您是骨肉之亲，你为什么让她受这种罪呢？她是自作自受，活该！三娘子！谢谢姥姥，快去吧。姥姥，谢谢不杀之恩。死罪可免，可是活罪难逃啊。啊，那就叫三娘子，离开冷月山庄好了。你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准回来。啊！我们走吧。到哪儿去呢？跟我走啊！哎呦，哎呀！龙飞，三娘子，跟我走。跟你，靠得住吗？三娘子有恩于我。今后我们一定同生死共患难，永不分离。可是你又穷又病的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人穷志不穷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绝对不让三娘子受苦。哎呀啊！你有病，我替你治。有缝，见日有影，说话有声，哼，谁说我是鬼啊？那你是不是神仙下凡呢？我哪有那么大的造化？那你哪来那么大本事把我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尤其是你姥姥，她法力无边，绝非普通人呐。我们是千年神狐。
我的天哪！我真遇上狐狸精了。你怕吗？不，我怕你孤单。骗人！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开了冷月山庄，虽然还有人影，那只是虚幻的影子。那怎么成？三娘子，我要跟你过一辈子。你真会说笑话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三娘子，我希望你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人，有血有肉，有感情。别再过来，你再碰我，一见到太阳，我的人形就化了。可是我能不死是你救的，我能活下去也非你不可。在你的心目中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难道我就真的那么坏？天下没有一个女人愿意相信我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呢。怎么说呢？今天是三月三，你在三岔路口上告叫我三声三娘子，保险你会遇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姑娘。你叫什么叫？我喊魂呢。三娘子是我的女儿，你喊什么魂啊？她是你女儿不错，可是她也是我的妻子。你胡说！你放什么神经？哎呀，三年前我跟三娘子在牌坊底下躲雨，我们两个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害死我女儿的。怎么会呢？经过那场大雨，她回来就躺在床上，不言不语，不吃不喝，直到昨天才咽了气。我要你偿命！三娘子没有死啊，她昨天还托梦给我，叫我今天到这儿来相会的呢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胡说！我求求你把棺材打开，这样我们夫妻才能团圆呢。你在我啊，不妨让他试试看嘛。是啊，对嘛呀？我的女儿要是不行呢？那，你把我送棺治罪好了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向老弟，让他开棺吧。好吧，我还要火烧三两三钱银纸，我还要对着棺材高叫三声三娘子。可以。三娘子。你醒过来了，爹，我没有死，爹。啊？爹，爹，我真的醒了吗？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女儿醒过来了，她真的醒过来了呀！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！
哦，哎，三娘子生了，生了个胖嘟嘟的小子，你已经做了爸爸了。像谁啊？当然像我了。啊，像你啊，就糟了。我看呢、啊，他像三娘子。不像我那怎么成呢？要像我一样漂亮，将来长大了，好好的孝顺爷爷啊、哦。当然了，将来到镇上给我打酒的人呐、哦，就是他了。哎哎，你白干。哟，小龙啊、嗯，你早上打的酒，现在你爷爷就喝光了。嗯，我爷爷酒瘾犯了，他在家里等得很急，掌柜的。可不可以快一点呢、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好了，来了，来了啊！好，谢谢啊！挂账啊！好呀！啊！君爷，请你原谅他，他只不过是个孩子。你呀、啊，你啊啊！笑什么？小龙啊！哼，太过分了啊！哎，我说这小混蛋那么讨厌，原来后边还一个大混蛋呢！啊，哎，啊。你怎么随便骂人呢？怎么啊？骂你有什么不对啊？得赔不是。对、啊，你们全部不对。啊啊！哎，老虎头上拔毛，这事儿真鲜呐！你们打的人不道歉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啊！你真是福大命大，敢叫我向你道歉？哎哎哎！谁要向他赔不是啊？你呀、啊，哎，你我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客气点儿。哎，我知道啊。兄弟，诸不敢，给您赔个不是。哎，我给他赔不是了。好。Ah!
知道，因为他们人多，所以您才会受伤。爷，小龙儿，我不怕他们人多，我只怕那些东西官高势大，我只是个草野匹夫，斗不过。爹，斗不过就算了，不要生气嘛。谁叫你现在是我的儿子？我没有钱，没有势，连一点防身的武功都没有，你偏偏要投胎做我的儿子，受人欺负，活该。哭什么？为什么哭？你有什么好哭的？我打死你！你，快起来！别哭了，你爹是堂堂男子汉，会有绝世武功，他一定可以保护我们的。小龙儿，放心好了。三娘子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想借姥姥的太玄真功夫给龙飞看看。不是借，你想偷？没有太玄真功夫，龙飞做不了天下第一高手，不能出人头地，他不痛快我也不会幸福的。可是你要赔上一条命。我这关你就通不过。二姐，你要帮我呀。死亡谷的五行阵你怎么对付？二姐，你要帮我呀。那九曲洞的无名火你怎么熬呢？二姐，你要帮我呀。哼，做梦。
二姐，我知道你会帮我的。三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就是粉身碎骨，我要把太玄真功夫给龙飞。可是那九曲洞非比平常，任何人只要进去，无名火就会熊熊而起，把你活活的烧死的呀。知道，但是我要进去，你进去是白白送死。为了我跟龙飞的那段情，我值得。可是你要是死了，那段情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管，我要去。哎，三娘子。好，你别哭，与其你去死，不如我去。三娘子，我成全你。二姐，你不能进去。住呢，二姐，关系，只要你跟龙飞夫妻相爱，过一生幸福的日子，我就值得了。二姐，娘子。三娘子，姥姥，请你成全三娘子吧。姐妹情深，我岂能无爱？这一次我成全了你，恐怕以后还有更大的麻烦。不，以后我再也不敢麻烦你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天下武林人人向往的泰拳真功夫总算到我手上了。就凭这个，我要成为天下第一人，贵为大将军。你将来就是大将军夫人了。老爹，你也不必劳苦一生了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穿金的，戴玉的，将来全由我包了。小龙儿，你也不要再玩泥巴了，你将来要跟王孙公子在一块儿，你也是贵人的后代呀。 对，好日子到了啊。
妈，爷的功夫练成了呀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你爹有了真功夫，为了功名富贵，他就要离开我们了。不会的，我爹不是那种人。不会的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就是公主。你是谁呀？在下龙飞，参见大将军。公主出巡，你救驾有功，特封你为大当头，在锦衣卫记名后用。哦，原来大将军就是你啊。放肆！斩！将军还强吗？不错。有什么不同？我有一身硬骨头。那好，随你去找死吧。
龙飞告退。回来。嗯。你要当心哦。去准备点酒菜，我要请朋友来，痛痛快快的喝几杯啊！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龙飞做了大将军了呀！我女婿啊，跟公主已经成亲了。你说什么？做了驸马爷了。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但我确实碰上了这种事。他不但给我生了孩子，还把天下无敌的真功夫传给我。现在呢？谁知道？如果找上门来，你怎么办？龙飞是结发父亲，且
千里迢迢而来，并不容易。我求求你们，让我跟龙飞见一面吧。哎，堂堂的驸马府门前，你凭什么提名道姓？讨厌，疯婆子，你死来历，杀了你！住手！这位大姐，你心肠好，拜托你行个方便吧。你有再多的委屈，你就不要再提了。我看你不要跟驸马爷见面吧。为什么？这里有纹银100两，你拿回去，你们母子的生活就够了。弟弟，回去要多读书，长大了以后要给你妈争气。我不要银子，妈，你带我去看爹，我们是来看爹的吗？我要看爹。银子打发不走，我看你就跟他见一面吧。叫我怎么说呢？你现在是驸马爷了，他怎么能随便找上门来误了你的前程？可是他法力高强。别怕，我这里有颗辟邪珠，你拿去放在手上，那个狐狸精就迷不住你了。哦，他别无所求，只是想跟驸马爷见一面。你懂什么？只要他们见了面就分不开了。那倒不会。他救了你的命。那是恩，可不是一辈子的夫妻之情。他给你生了个儿子。千里而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讲这个。我要毁了你！放肆！妈！妈！我可以便宜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小龙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过来，小龙儿，你得有话告诉你。妈，爹，妈，爹。
地方。你在这里，爹可以好好的照顾你。可是妈呢？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再也别相见了。妈！在这儿可以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住在这大房子里。我不要大房子，我要妈跟爹三人在一起。爹是这儿的主人，他不能离开啊。我不能住大房子。为什么？我没有那个命，小龙。听妈的话，做个乖孩子，跟你爹在一起可以避免风餐雨露，没有痛苦忧愁。妈只希望你快活一辈子，将来长大了也是个大将军，是个有仁义道德、智勇兼备的大将军。好了，小龙儿，别写了，该去睡了。我要听我妈的话，我要懂得仁义道德，我要把这几个字写得很漂亮。光写字是没有用的，该去睡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了？哎呀，等明天早上起来问你爹就知道了。睡觉睡觉，你好像就只知道叫我睡觉。哎，小龙儿最乖了，乖乖的睡啊。不许张开眼睛。回到你爹身边去啊！实在想妈的时候，就要轻摇一下这只桃花，大叫一声妈。妈，那时候妈就会在你身边。那你不要骗我哦。快回去找你爹去吧。可是明天中午我要看见你哦。好，你不要骗我。我不会骗你的。哎呀，小龙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随便乱跑，你爹可急死了。哎呀，
你不要命了？要是遇见坏人，你怎么办？我下次不敢了。哎，你可要懂事啊！玉皇大帝神谕：8月15，中秋节到，所有牛鬼蛇神均需受本城隍节制，进入收妖葫芦之内禁闭3天。如有不从者，以天条论处。竟想在京师闹事？不，我不会作怪的。赶快进入收妖葫芦。可是我有儿子在京师啊。你想在京师逗留？赶快缩小身子进入收妖葫芦，3日之后自会放你出来。好吗？我听你的就是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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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凡人的种，他有兽性。你看，原来毛病是这样的。他在这京师重地，神佛满天之区，居住不惯，非但要生病，天长日久，还要丢掉他那条小性命。啊？嗯，那怎么办？得听我的，我给你照妖镜一面，5夜4时在小龙儿床前照射，凭念急急如律令，就能叫小龙儿消除兽性，变成了人性了。我知道，我老早就知道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是小龙儿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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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叩见驸马爷，找不到小少爷。启禀驸马爷，属下等无能，敬请恕罪。大同，小龙儿又不是一根针，找了3天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
我。准备了大批的神符，你们带回去，在驸马府门口张贴，妖精就无法进犯了。嗯，如果他是地遁而来呢？我给你摄魂铃一句，平平的摇动他就不敢出现了。如果他要从天上飞下来呢？送你金木鱼一副，不断的敲打他就不敢落地了。其实这些法宝恐怕派不上用场。为什么？我早已请城隍爷率领鬼使神差去捉拿妖精。
招呼。你放心好了。多谢青年苏奶奶，多谢青年苏奶奶。你老实讲，那对男女跑到哪儿去了？天兵天将霍后援，无穷法力掌威风，妖魔鬼怪命归阴。孩子，我拿命。来，大胆妖精，敢来本法师湘潭重地，真想造反了吗？桃花三娘子参见法师。哼，我是来求个公道的。凭什么？凭我跟龙飞有结发夫妻之情，他怎么能忘恩负义不认前妻？凭我是小龙儿生身之母，公主他怎么能虐待我儿置于死地？这儿不是你告状的地方。那请你高抬贵手。本法师但求降妖伏怪，要你消除魔法，送你面见阎罗。还不讲理，欺人太甚了。来走。妖精，快现原形！哼，只怕现原形的是你。哼，木剑寒天飞，妖精化成灰。哼，你虽然不成灰，也我也要你死成堆。毛老道，你别以为配着一张人皮就神气活现，其实你比谁都坏。哼，睁开眼看清楚，我要你现原形。
苏醒。上界的仙女不该私贩，身为公主夺人丈夫，做了后母虐待妾子，我认罪了。可惜你绝无遗晚，崔判官在，应该判什么罪？
判吕英寿炮烙之刑。嗯，来，来，炮烙。是。阎王爷，阎王爷饶命啊！阎王，阎王爷饶命啊！阎王爷饶，阎王爷饶命啊！我认罪了，阎王爷。自是狐狸成精，不该变坏人形，贪恋人间荣华，嫁给龙飞为妻，以致小龙儿夭折而死，敬请治罪。他深具人性，亦有忏悔之意，应该夺取千年功力，命往九转轮回投生。嗯，好，你就去投生吧。谢阎王爷恩典。偏偏要投生为一只鸟呢？人有善恶难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倒不如一只飞鸟，振翅长空，绝不沾尘。嗯，这飞鸟之言颇有几分道理。龙飞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冤枉啊！我这辈子从来没一天好日子过过，天既然生我，为什么不养我？实在太冤枉了！你绝情寡义，贪婪野心，了解我，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？哎，阎王，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弄错了？犯罪不改，死不觉悟，应率真由过，涤心洗性。我没有罪，哎，我没有罪啊！判官，你要在台上清楚啊，搞清楚啊！我没有罪，我是你太坏了，我是你太坏了，我没有罪。机会吧。